感温度已经到了零下九度，在珠海，在大理停留了这么长时间，已经好久没有这种冷的感觉了，很爽。朋友们，看到了吗？都已经吐出热气来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启程了，然后从大理一路出发，经过广西，然后到达了广东，然后从广东和家里人吃了两顿饭，然后相聚了几天，我们就一直一路北上。然后大家看到前面视频也都知道了，我们在途经南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起了这个雨夹雪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达陆安了，外面已经是鹅毛大雪了，我身上的这个雪刚刚化的，然后呢实在是太冷了，目前车上的气温只有7.6度。我就和白白商量，我们要不要加一个这个电暖气放在车上面，因为目前我们车上供暖的设备还没有很多，甚至连柴暖我都没有装。为啥我现在没装柴呢？为啥我现在没装柴暖呢？我这个嘴都冻瓢了啊。为啥我没有装柴暖呢？这个后面再给大家说。那我们呢，自从有了樱桃妹这个保暖啊等等天气的变化，就非常的在意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临时加急买了个这样的电暖气。这是什么牌子的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欧什么开头的吧。我们一会儿就先试试这个端，嘴真的是冻飘了。我们一会儿就试试这个电暖气到底在这个房车上面管不管用啊。现在开始开箱。有些人说这个东西不管用啊，有些人说这个东西放在房车上挺管用，但是浪费电，所以咱也不知道哪个人说的是真是假。今天呢咱怎么着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吧啊，咱就试试这个东西它到底是管用还是不管用。当然了，用这个东西肯定是费电，反正如果你要是玩房车，这个车里的电量不是很多的话，就10度电以下啊，我觉得你尽量不要考虑这个东西去弄，还是直接安个柴暖比较好。但是为什么我不安柴暖，这个后面再讲。感觉还是感觉挺好的，把我这盆花放在这上面是不是更有感觉，有点伪文艺了啊，伪文艺了，算了。我准备把壁炉放在这个空间，因为平常就我们一家三口，如果没有客人啥的吧，这个长条沙发已经足够坐了，然后这个角这里啊它正好是一个拼起来的垫子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截开放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正好对着这个室内吹进来。这不是爸爸在这儿吗？哎呀，我闺女现在长大了，长大了之后啊不叫他妈了，哭着喊着找你。你别不开心嘛，没有开心，这总是有一个这样的阶段，就直接放这儿。你管他想的是放那，管他放哪呢，就先放这儿了。那先放这儿试试。吃糖就委屈成这个样子，妞妞，看这里多冷。妞妞，妞妞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跟你讲，你先开吧。有一个想法，你可以吃个小饼干。糖，因为你今天吃过了，所以咱不能再吃了，这样对牙不好，牙都坏掉了怎么办？我吃奶酪棒吧。啊，可以。啊，来个奶酪棒，好吧。啊，奶酪棒哈。爸，我给你拿奶酪棒来。现在孩子就是这样。每天都像素不平衡，他困了，中午没睡觉。小伙子，你什么表情啊？我就想要这种氛围嘛。现在啊，我已经把车门啊都关上了，这个车的室内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。咱们来等待10到15分钟，看看车能从这个7度往上上升到多少温度。7.几度了，反正就从7度吧，升到了13.6，快14度了。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还行吧，还可以。以它的声音来说，对它噪音没这么大。就咱一开始刚到大理的时候，用了一个绿色的，不是也仿真混，就那个。是这种类型。啊，但是那就没办法，我们只能退掉了。对。因为声音太大了。就这个风
力度正好好，比较柔和一些。它最不好的一点就是它的那个光火焰，哎，关不掉的。这我和你不太一样，我反而觉得这个火焰很好。你觉得这个火焰好看吗？我觉得这个火焰好看，就是你看到它，你的心里的温度已经提升了三四度了，已经。我估计这个要开个一个小时，能提高我十几度，是肯定是有的，十几度是肯定是有的。你那个表情就感觉像我是在充值了一样。没有啊，挺好的呀。没有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绝对不是充值，这是正儿八经白白用拼夕夕买的。我们为此还等了好几天呢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个壁炉吧，颜值反正挺在线的哈，包括它这个质感。做的都是可以的，然后温度呢，按照目前的这个测评测了有个十几分钟了吧，从7度啊到了现在的14度，升温也很快。我估计啊，如果要是开一个小时左右，它还会升。你看现在讲着讲着它还在升温，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用的。如果说遇到这种小的空间，这边要是这个不热的话，我们把它倒过来往里面吹一吹。睡半个小时，里边整体的温度应该也是可以的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忘记说，为什么我们不用那个柴暖了？其实也不是不用啊，就是现在一是还没有达到说这么的冷。如果说到了零下20-30度啊，已经这些供暖设备都不管用的情况下，我们可能会买一个那样的东西安装上。但是呢，柴暖这个东西啊，它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。比如说炉内的这个温度过热，导致会有二氧化碳的泄漏啊，或者是引起一些明火的地方，这个东西就非常的危险了。如果自己安装不好的话，况且我自己也不会安装，所以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安装这个柴暖设备。然后第三点呢，就是柴暖一般加装的都是那个柴油的油箱，如果说我们到了零下的地方，忘记了那个把这个柴暖的小油箱换更低标号的这种柴油的话，那个油箱就直接废掉了，那就导致了最后这个柴暖根本就没办法去工作。像我们这种玩房车极限穿越的人来说，很少有去装那个东西的，都会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设备来去代替掉。那如果是你觉得有必要在冷的地方或者在冬天去安装柴暖吗？大家可以留言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。